午后的台东活水湖是让人身心灵都能够放松的公园的一个地方。一家人如果自在了在公园内骑着单车，没有汽机车的纷扰，很容易停下脚步来欣赏到平常并不注意的花草。来一趟台东心灵之旅，就必须要来到这里。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带你一块来看看台东悠闲的午后，微微的海风吹得会让人感受到如沐春风，仿佛躺在草坪悠哉的睡着。美好的天气怎么舍得浪费在家呢？出去走走吧。干净的活水湖，坐在树荫底下也可以欣赏了半天，心情放松许多，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开心的散步。游客骑车环湖到半路，看到路过的马儿，立刻下单车好奇的与马儿合照，游客也说好惊喜。宽阔的草坪也有遥控飞机玩家趁好天气放飞，遥控着经典收藏的飞机，小心翼翼的缓慢升空，玩家也开心的与旁人分享。目前飞的这架 Z3 相登机是属于桨机，就是螺旋桨的飞机、啊、很多同好他们飞那个什么那个导风扇，嗯哼，那导风扇它速度会比较快，嘿，相对初学者就比较困难，我目前飞的这一架 Z3 它是属于高一级桨机，它速度比较慢一点，是比较适合初学者，就是当然一定要老手来带，嗯哼，嘿，一般新手他第一点他主飞机的那个可能技术就不是可能不会很好，然后最主要要老手来带，然后让老手帮你试机，完成之后再慢慢的，可以的话，因为只要你们的遥控器是相容的话，就可以用那个遥控的那个线哈，可以当教练线。哦、嗯。假如说没有的话，还是有老手来帮忙啊，然后就是尽量飞高一机螺旋桨的飞机，它速度比较慢，比较好容易掌控。OK。台东舒服的午后，有许多地方充满着惊喜，让游客自己去发掘。漫活台东就是这样。东台新闻叶兰做的报道。